我叫谭温蒂。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。我爸比很帅，会煮好吃的饭给我吃，还会种很多漂亮的花。我最喜欢爸比种的花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还有一个弟弟。其实是我们女儿第一次扶姐会，我怎么样都要赶上。世界的决定。
家作业还没写完。寒假作业还没写完？哎，嗯，你不是说你会盯吗？都我有啊，谁知道现在小学生还要读《唐诗三百首》啊，《家事记录》《运动记录》啊，还有跟家人最后的图画，还有用几何图形贴图案呢。我天哪，这些东西就你帮他选一选，勾一勾就好了。啊？温迪，你作业没写完，怎么不跟爸比爹地说呢？爹地不在家，爸比还要送花，你们都好忙哦。温迪啊，乖，不要难过哦，爸比以后一定会记得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哎，以后一放假，我们就赶快把寒假作业全部写完，好不好？像爹地小的时候。只要一放寒假，第一个星期，爹地就把所有的日记全部写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喂喂喂，日记是要一天一天慢慢写才叫日记的，好不好？不要乱教。哦。可是老师没有说要写日记啊。啊？嗯。现在不用写日记了。啊，那当爹地没说，好不好？爹地来帮你 ，OK？ 好。好，慢慢写啊。拿什么？家事记录嘛，交给你了。这个，这个，好。家事记录啊，交给我了。温迪要做什么家事呢？爹地帮你写，洗衣服好不好？洗衣服，其实要洗衣服你虐童哎。哎，对哦，那帮忙擦碗可以吧？嗯，可以。闺怨，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啊。哎，小学生为什么要背闺怨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什么是闺怨？啊？闺怨的闺怨，就比如说温迪不听话，然后被爸比处罚，那被爸比禁足，不准出去玩，那你的心中就会很怨呐。不不不不，爹地他乱说的，你不要理他啊。你会啊？你教？我不懂，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小学生要背闺怨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去问教育部嘛。这作业到底是写给小孩子的，还是给大人写的？那是跳步。你累的话，爸爸带你去睡觉啊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还没画完。温迪，听爸爸的话，小孩子不可以熬夜的，赶快去睡觉。我们来帮你写，好吧？不行，爸爸说自己的事要自己做，要负责任，我要自己写。哦，你听听，不愧是爹地的女儿啊！好，爹地帮你拼了啊！哎，文正啊，快点，赶快帮我写。都是你一直在废话，拖慢速度，好不好？我啊，这个运动记录交给你了。哪有什么问题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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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花，嗯，听着，爸比再见，嗯，拜拜。妈妈，妈妈，娃娃回来了。哎，乖。爸，我今天很开心。哦，那是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？嗯，因为他交了一个超级好朋友。幼儿园亲子日那天呢，他会很开心。亲子日啊，哎，兄弟。能不能让 Grandpa 陪你一起去？不用了啦，有超级好朋友啊。
他很忙，在美国那就不在家咯。小心爸爸，小心爸爸，小心爸爸，小心爸爸。你叫小星星啊？对。快吃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不要让妈咪还有全家人担心。外面有坏人哎，你要保护自己啦！绝对不可以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哦，也不可以跟着陌生人走哦。我是坏人吗？你说嘞，小星星。你们两个，你们这对父母是怎么当的？其实我不是。我是什么？不是不负责任是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小孩子会弄丢啊？我要你现在给我发誓，从今以后会好好照顾这个小孩。其实她是这小孩子的阿姨，不是妈妈。哎，就算是阿姨，也要好好照顾小孩吧。万一今天没有找到人，你们怎么跟他们家人交代啊？你想要后悔一辈子，一辈子赎罪吗？妈咪，姐，我不是你妈咪。妈咪，我不是你妈咪。妈咪教出来的小孩子不会乱跑的，你是谁家的小孩？为什么到处乱跑？我是妈咪的小孩，我没有到处乱跑，我只是想daddy，我就出去找daddy。你想daddy，就可以让妈咪还有伊万阿姨跟大家担心吗？妈咪对不起，其他同学说我没有daddy陪，所以我就出去找daddy。以前那个daddy都会陪我一起。去过圣诞节，大姐，你不要怪小星星了啦，是我没有把他照顾好，害他被欺负了，真的是我的错啦。绝对不可以再像今天这样子，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妈咪一定要让你知道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安晴，好了啦，小安没事就好，不要吓他。小心点，快跟妈咪说对不起，妈咪很担心你。你知道妈咪担心你，都担心到哭了。记得今天哦，
以后绝对不可以像今天这样自己一个人跑出去，知道吗？嗯，妈妈，你要是跑出去了，坏人抓走了怎么办？这样子妈咪会很担心很难过，哎，知道吗？吓死！